那么所以你还是不开麦吗？好，这样就是默认了。宝哥看这边。想会买吗？哇，拖过头。你们怎么了？他把我杀掉了。我卡蓝哦。蓝线。哈哈哈哈哈。毛蓝换掉。我看你卡蓝的吗？我用绝招把我喷掉，他撞了，他撞了，啊！是我汉卡的吗？哦，刚刚没注意到，不讲话就默认啊，不讲话就默认啊。不是哦，那里有卡蓝哦。哦，我说是我汉卡的吗？不是嘛，你不是问我怎么死的？我说我那里卡蓝啊，然后我就撞到了，然后就死了。我意思是说，是我飘要去汉卡兰的吗？因为我没注意到你的蓝线。干鸡同鸭讲哎，是你没放啊？